是我们的笑容。现在，青藏铁路以光耀神州的气魄飞驾在烟火绘画幕上。这是一条连接藏族同胞和全国各族同胞的团结之路。这更是一条雪域高原通往现代化的幸福之路。它沟通了历史和未来，寄托了梦想和期待。
城四景的壮美画卷中，我们实现了百年飞天的梦想。璀璨不夜天，中华共此时。飞升的焰火色彩斑斓，绽放的焰火欢乐吉祥。它翻开了时代的画卷，预示着祖国光明的未来。今天的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瞩目与尊重，未来的中国会给世界更多的奇迹与期待。坚持
这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呀，还有珠穆朗玛峰儿是最高山坡。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兄弟姐妹都很多，景色也不错。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，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。我们的大中国呀，啊，好大的一个家，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。我们的大中国呀，啊，好大的一个家，勇敢那个勇敢那个我要伴随。Shut up!
是花轿，阅尽了壮丽辉煌，风景独好的神州，前程多宽广。带着我们对新中国六十华诞的祝福和对世界和平的期盼，从东长安街向广场飞来。光影方上，绿色的橄榄枝摇曳多姿，它很快又幻化成了一只巨大的白鸽。4028位表演者吹响歌哨，千只鸽子放射出柔和的光芒，向空中的焰火和平鸽发出诚挚的邀请。笑脸在天空中绽放，他们也是此时此刻每一位中国人脸上最真实的表情。Thank you.
江河的暖流。你历尽我乡亲的手，代代大地的问候。你历尽我孩子的手，放飞理想希望。心里
光灿烂，今夜礼花漫天。今天我们用欢乐传递激情，放飞梦想。明天我们用汗水创造未来，编织希望。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继续解放思想，坚持改革开放，推动科学发展，促进社会和谐。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，万众一心，开拓奋进，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，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。中央电视台，中央电视台，各位观众，各位朋友，台湾同胞，港澳同胞，海外侨胞，全世界的中华儿女，今晚我们用最真诚的笑容为新中国庆祝生日。今晚我们用最美好的方式向母亲献上祝福。我们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，前程似锦。我们祝愿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，幸福安康。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联欢晚会就为您转播到这里。再见。再见。